以下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星汇网立场无关。Hi, 各位我哋又翻嚟啦，又翻嚟我哋 Happy Home 段写嚟啦。系啊，我系关太太，我系 Lisbon。大家好啊，依家应该我哋个节目系八点钟播出，咁唔知道大家食咗饭未咁样咧？有冇俾小朋友去一齐帮下手洗下碗咁样咧？今个星期系系啦。系啦，有參與度高嘅時候，咁佢嗰個歸屬感又會高啲咁樣啦。上一次講，咁我哋就因為呢兩集都係好緊迫，所以咧要講得好快咁樣樣。唔緊要，我開四集咯，救命啦，唔好喎，我哋要好多話題講。係啦，呢一個咧，我哋就温習下上次嘅功課啦，就係、是希望大家就父母或者祖父母總之長輩們啦，就由自己。自己的整理開始的，就找一個小的位置去執，那就可以叫小朋友一起幫手，就去分類啊，去到怎樣整啊，這樣可以好像請教一個小老師一樣，看看他有什麼意見這樣。那也會有些小 tips 給大家的，就是我不要求大家一次到位，一次到位很文雅，就是你不是一次就要很重磅整好全部，其實都有些困難的，因為大家不是說專業地去做這件事，要大家這樣去執行已經是一種很大的要求來的了，我想是，所以我都不要求大家你一次就會執好的，你就俾一個時間自己咯，譬如今個月之內我就要做好呢件事咁樣。咁你通常有一個目標俾自己，跟住你中間就會插一啲旗仔，覺得啊，我要點樣做先可以行到呢個點咧？跟住最後行到去終點咁樣樣。係啦，同埋隨時都鼓勵啦，唔去批判自己嘅。就算你自己做得唔夠好咁樣，都唔好太好黑。咁樣去話自己咁樣，叫做咩？好苛刻係啦，唔好對自己太苛刻啦。有時我都未必係做得完美嘅。我就算係一個整理師啊咁樣，但係我都會有時係會軟弱嘅時候，可能都會有時周圍劈啊咁樣。咁但係我哋有翻力量嘅時候，又可以執翻好啲嘢咁。係啦，同埋都希望大家俾個小朋友有參與率係會高咁樣啦，等佢係有一個歸屬感，覺得我都係呢度嘅一份子嚟嘅喎，咁樣。我唔係客人嚟㗎。係啊，唔好生一個客人出嚟啊！我哋已經有好多客人嘅，係啊，你係生咗一個係家庭成員出嚟㗎嘛，同埋大家要感受一下嗰個整理咗之後咧嗰個滿足感咯，因為你有呢一個睇到呢個場面嘅時候，你去欣賞一下，去繼續維持咧，係會容易好多咁樣樣嘅。冇錯啦。系啦，咁咧今集咧，我哋又繼續講埋少少關於小朋友嘅嘢咁樣啦。即係呢個話題其實真係可以好多啊，不過三集可能對於大家嚟講，唔知係咪已經太多啦。不過就講埋今集啦，批准我啊，批准我啦，已經用緊啦，所以冇得唔批准。係啊，你哋我哋呢啲係假民主，系啦，假民主，系啦，我哋做得几好，配合呢个大环境嘅，冇错。不过今集咧，我谂你哋会好中意嘅，因为我系实际地教你一啲方式，就算你唔系爸爸妈妈，你系单身人士，你都可以用到呢一啲技巧嘅。咁我真系好好啊，今次真系卖大包咁样同大家分享。你本来谂住收我哋钱。我冇谂住去收你钱，但系我系谂住收埋呢啲技巧，唔分享俾大家咯。但系就唔得嘅，点解咧？点解咧？我谂到，点啊？金句王，等我睇翻我句嘢先。好啦，就系因为咧，我系冇我系冇将你哋放喺我眼内嘅。哇！你知唔知点解？目中无人咯、啊，你唔系系因为我哋唔系你嘅对手。我是将你们放在我心里面的。我是将你们放在我心里面。我看到的留言呢其实都很记挂住大家，希望大家真的做到啦。同埋譬如之前第七集的时候讲到呢依家家庭好多問題啊，嗰啲咁樣養育到個小朋友會唔會即係可能唔肯做嘢啊，或者點啊，或者變咗一個殺人嘅人啊咁樣？其實我睇到呢啲咧，真係我係將大家即係就算
唔認識都好啦，其實都將呢一啲事我係擺喺心裏邊，即係希望可以將我嘅呢、這個專業呢、這個知識咧，係可以分享到俾大家，等大家由呢家開始就係一個好嘅轉變咁樣樣咯。因為我真係講一啲價值嘅問題，我覺得每一個人喺生嚟呢個世界都係好有價值嘅人嚟嘅，係冇偶然出現嘅人啦，亦都冇咁啱得咁巧生出嚟嘅人嚟嘅，每一個人都係好有價值嘅，係啦。我跟住我又要自己落泪，又想嚟料啦，癫癫地啊！好啦，我今次咧就系教大家一个整理学啦。嗯，咁呢一啲咧系好实务上嘅知识嚟嘅，真系你唔系父母都好，其实都可以去执嘢嘅时候啊，执屋嘅时候咧，用呢一个系啊，用呢一个方式去到执咧，你就算唔系做到100分，都一定系有效果出嚟咁样嘅。咁首先啦，如果当你想要去整理你嘅屋企或者小朋友嗰、那个玩具嘅地方咁样样啦，因为头先讲即系上一集讲咧，0-3岁其实佢帮唔到你手执太多嘅，但系你如果想整翻好个环境，俾佢有一个规律啲嘅环境去到居住或者生活嘅时候咧，咁父母你可以去做呢件事嘅，咁就去规划你想执嘅地方系点样啦，跟住你会去安排一个时间去到执啦，因为其实你。好难系话去 at 开，跟住我就好啦，我今日下昼就执啦。因为咧其实你一定要安排可能几个钟至半日时间去到做。如果你规划嗰个地方越大咧，嗰个时间就会越长咁样嘅。咁所以你都系要咁样去到安排，究竟你想执嘅范围有几大？那个时间系会几长咁样啦。如果咧以我嘅平时嘅经验咧，譬如你执一个小朋友嘅玩具架咁样样啦，咁嘅话咧，其实都可以执你一个钟噶啦，已经系咁啦，可能你会抹埋啊，系咪啊？系啊，所以就预备下呢一个时间去规划咗先咁样啦。咁跟住第二咧，就系你去真系执整嘅时候咧，你首先系做嘅系要清空嗰个地方。清空嘅地方嘅意思咧就系、譬如嗰个玩具嘅架咁样有九格嘅咁样，咁你就系拎晒出嚟先咁样。不过如果跟小朋友執都是算了，你不要執玩具那個住，執了自己那些櫃先，即譬如電視櫃這樣那是應該更恐怖過個玩具櫃玩具那個可以，因為我想玩具那個你其實可以跟小朋友每一次拎一格或者一個櫃出來去執、這樣會好一點、因為小朋友未必有那麼有耐性啦，是是、因為0-3岁他又不會懂得執玩具的，但是你都不會買那麼多玩具給他，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執玩具櫃就應該會大過一點的小朋友。如果你剛才說不會買那麼多玩具應該難一點，在現在現今這個世代的父母、就算他自己買得少，一些朋友不斷送呢都真的堆積如山、有一個想法，如果說到這個話題、就是你、朋友去送東西的時候呢，其實你都可以善意地去叫他節儉都可以的，這個都是一個好方式來的即是你開頭打锣打鼓說、送東西給我就不用買那些物件的了、即是現金我都很開心這樣你都可以這樣說，其實現金真的很開心，都不是不禮貌的，其實你去表達你的需要，如果不是你收到一件又不喜歡的禮物，其實放在家裡你又不知道做什麼，又是搞笑，是不是？對，那是就好啦，你執整嘅時候就係清空嗰個地方啦。清空嘅意思就係你拎落嚟，因為你拎曬落嚟之後咧，其實你係會睇到嗰個數量有幾多啊、你尤其係咧，我有試過幫人，譬如喺個廁所嗰個櫃嗰度執整啦。咁你會以為嗰五行嘅櫃好似唔係好多嘢，其實一執落嚟就發現你根本係亂咁塞入去，亂咁塞就梗係塞到好多啦。但是那個量是多到呢是嚇死人的，因為亂咁塞的關係你都不攞出來用，是啊、所以就是這個目的就是令到你知道份量有多少、其實、都會挺嚇人的、這個、你要有個心理準備的，因為我幫不同的人執過呢，我就說自己有心理準備，但對方都是嚇親的，每一次都是會很驚訝的，大人都會嚇親，何況小朋友，所以就不如果跟小朋友一起執我就不建議是、一次過和太大範圍地去執的、其實是會嚇到個小朋友會覺得有點害怕的，下次我不執了，是所以就是如果你大人的話你就自己看看你的能力去到哪裡去揀地方執、跟着就去分類啦，分類就是你去還有清空呢，就是有一樣東西你拿上來之後，其實很多篩選了不要的東西、或者已經爛了、沒用了、過期了那些
啲咧，你都可以抌咗佢咁樣噶啦，即係唔需要再留喺度嘅。好留戀啊！有啲係啊，所以呢一個都係清空嘅其中一個項目咁樣啦。咁跟住剩翻落嚟嗰啲，咁你就要去分類啦。你自己按照呢個咧，我就冇一個好標準要你去點做嘅，因為我覺得每一個人嗰個生活習慣都唔同啦。我係有標準，但係如果我個標準按喺你度，未必係啱你嘅標準。咁所以你自己按照你嘅生活方式、你嘅習慣，咁就去點樣去分類嗰啲物件咁樣樣啦。係，咁跟住就要篩選啦。篩選就係有冇啲係。咦，其实那个筛选应该是在清空的，刚才调乱了个次序。不知道以为份嘢不是你。真的不好意思。哦、因为呢 很用心地整的时候呢miss 了。这个应该是上面。就清空跟着我们就筛选跟着再分类去执行了。是啊。是啊，你应该要肯定我做的东西。我肯定你的，是啊，没错的，你 OK 的。是，所以呢就是会这样啦，那个筛选就放在上面这样啦。那跟着呢就去到收纳了，因为刚才已经筛选了啊，又去抌了一些东西啊，跟着又分了类这样啦。那但是它都是乱的状态的嘛，你没理由就这样放在那里嘛。那所以就去到收纳啦。收纳呢就是你要有收纳用品啦，就是可能是一些架或者柜这样。就按翻你，因為你拎出嚟嘅時候，嗰啲物件咧，你大概個尺寸，你又會知道你究竟嗰個收納嗰個箱或者嗰個盒係擺唔擺翻喺嗰個架上面咧？你亦都要度下嗰個架嘅寬度係幾多？咁你就去按翻需要去買翻一啲收納箱咁樣啦。其實又唔一定係買翻嚟嘅，因為我相信喺屋企你都會有好多類似嘅。嘅箱或者係呢啲兜，係不過係不嬲我嚟亂咁擺咗啲唔知乜嘢落去嘅啫，係啦。咁你頭先篩選過之後咧，就你就已經係可以有翻清空咗嘅兜出嚟，咁已經係可以做收納噶啦。咁你譬如呢啲兜都用曬之後，你先至去再檢視使唔使係真係要買翻嚟咁樣樣咯。咁所以咧，之前都講過話收納嘅時候，你呢啲箱咧，我係唔會建議你咁快就買住嘅，係去到後期呢啲係啦，先至會買咁樣樣嘅。好啦，咁同埋一个系直立式嘅收纳咧，呢个我系好建议大家噶。咁呢个喺下一集或者再下一集都会再讲到嘅，所以我就唔解释太多住。我而家唔讲，就系你将简单嚟讲，就系你将你嘅物件咧系动直咁样摆，就唔系层层叠咁样摆上去。哦，系啦，简单嚟说就系咁样样啦。聪明嘅你就可能已经明白啦，未明白或者想确认一下自己系咪啱咗咧，就睇埋之后再之后咁样啦。系啦，咁跟住就我哋大结局嗰个集先讲，就有黄金区域啦。你系点样分配你屋企嘅区域咁样咧？因为你执完啲嘢之后，你可能系执一个大范围噶嘛，咁你可以转埋你一啲区域上嘅嘢嘅，譬如书台咁样，你可能系要需要多啲。阳光的地方光一点的，那你就可以再移动一下位置，变换一下，这样是，那跟着就维持最难啊，是啊，维持是一个好像看看你是正向的循环还是一个负向的循环，你维持了呢，其实需要做的就是你要归位啦，归位的意思就是譬如突然我想起是咩拍劇那些歸位，有少少似那些頓地請他歸位，跟住係咧呢個歸位就唔係嗰只歸位，千祈唔好撈埋，咁樣就係冇靈異嘅嘢喺裏邊嘅，就係你拎完，譬如好簡單一個。朗口杯咁樣啦，咁可能你同我嘅習慣都會唔同，一個可能擺上，一個擺下咁樣樣。擺左擺右都唔同啦。係啊，咁如果你係想令到嗰個位置大家都 fix 咗，係擺嗰度就擺嗰度咁樣咧，咁譬如朗口杯，你下面可以黐一張小貼紙咁樣，就係話呢個位置就係朗口杯咁樣。咁當佢拎起咗嘅時候，見到一張貼紙喺下面，咁佢再擺低，其實佢就擺翻嗰個位置就得啦。咁如果你想有啲位置係，不變嘅，係啦，唔變嘅話，咁就咁樣做啦，用小貼紙去到話俾人知係邊一個位係擺啲乜嘢咁樣樣咯，係啊，呢個係好好好好嘅方式，而且好容易就做到嘅呢個，係咁跟住檢視啦，係不
不定期都要去做檢視，有時可能是一個星期，如果太攰的時候，你咪一個月檢視一次咯。可能有啲嘢亂咗嘅時候，你咪隨手跟住又可以擺翻喺啱嘅位咁樣。有啲譬如啲衫可能又開始堆積到一層層一層層咯，咁你咪試下點樣，可能又有啲根本唔要噶啦，又好似頭先嗰個步驟咁樣，又去翻一二三咁樣去做咁樣咯。咁呢個係一個唔會話係完結嘅嘢嚟嘅，就好似你日日都會沖涼，咁你日日都要沖涼噶啦，你唔會話我一年先沖一次咁樣，除非你係喺北極咁樣嗰啲，你唔使咁沖嘅啫。但係你做一個普通人，你就會每一日都恆常係會有啲嘢做緊咁樣。咁呢一個都係一啲你恆常係可以 keep 住做嘅嘢咁樣咯。係呢個分享係咪好有调理咯，我哋可以讲系啊，好有调理嘅呢。你跟住呢一个步骤，真系唔会错得去边度咁嘅。咁就嚟嚟去去就系咁样反反复复，你 keep 住 keep 住。咁屋企一乱嘅时候，咁你又去检视下，跟住又去收翻好咁样样啦。特别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咧，即系有小特别有小朋友咧，好多时啲家长咧都好伟大嘅，即系将所有屋企每一个角落都会俾晒小朋友嘅。但在我的角度来讲都会很影响父母的心情的。其实我即父母呢，我觉得都会划分一个小天地给自己咯。我自己觉得会是咯。这个都是的。是啊，因为所有东西你知道，到小朋友的东西就很乱的嘛。是啦，一定会的嘛，奶樽奶粉啊，那些日用品啊。但有些你一定要劃個區域俾自己咯，嗰個自己係貨，你真係自己去用嘅咯。有啲父母可能真係夜晚同對方就會飲翻杯咁樣。啊，會噶，會啊，傾下偈咁樣，都可以溝通噶嘛。劃翻一個好嘅區，跟住大家咁樣傾下、講下咁樣，其實都幾悠閒啊嘛。這個咧就我分享一下咧，我一個案主咧，佢就同佢孫女一起去執咁樣嘅，呢個係一個模擬圖啦。模擬圖係啦，佢都係執得好整齊嘅，其實係好好嘅，因為佢個孫女就好多玩具，咁跟住咧佢就。本身呢我帮我个案主做完之后呢，其实佢已经系信心多咗好多㗎喇，就觉得哇有咁样有条理有步骤有方法去執嘅时候，其实系可以執得好㗎。咁跟住佢就飞咗去第二度，咁就探佢阿女同阿孙咁样啦。喺外国住嘅孙女同埋阿女。咁就发现吓，原来佢哋屋企都咁乱㗎。跟住佢就同我讲，就话哇你帮我執完之后，我学识咗一啲技巧，我都要一起去咁样帮佢做先得㗎啦。咁样。咁所以佢咧就分享咗呢個新鮮滾熱辣，佢今日先至同我講咁樣，係啊，好開心！我睇到之後覺得，佢真係做得好好，同埋我俾佢嘅建議係，係可以用到出嚟嘅。同埋佢都有叫佢孫女參與一齊去做啊嘛。係啊，佢就點樣教佢嘅咧？就係好似頭先我教大家咁樣啦，佢一啲簡單步驟，譬如佢就將嗰啲玩具咁樣拎曬出嚟，咁跟住之後咧就教佢孫女要點樣分配啦，要唔要啦嗰一啲嘢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哋就再擺翻上去。咁佢擺咧其實仲好過我呢幅圖啊，佢就係將因為佢有好多好真嘅一啲杯仔咁樣樣啦。哦，以前好興嘅。係啊，跟住就有啲杯仔，有啲水果。我咁嘅物體，咁佢就分翻喺呢一個玩具上面唔同嘅地方咁樣。咁佢，我覺得呢一個教育係真係好好嘅，因為你去教一個小朋友去咁做，而且大家好似係一個遊戲咁樣去做嘅時候咧，那個小朋友係會越做越好嘅。咁佢另外咧，仲有教佢個孫女點樣執床鋪啦，每一日起身咧就要執好自己個床鋪，點樣摺嘅嗰個被咁樣。雖然係一啲好簡單，其實你兩分鐘都做到噶啦，平時係。咁但係你唔教佢嘅時候，佢就係唔做呢兩分鐘噶啦嘛。咁呢都係生活習慣一部分，我哋應該要有噶嘛。這個又是很好的，如果你有小朋友或者其實大人現在都很少會執床鋪這件事的、或者他們會攤平張被就算了，即遮住攤平都是 OK 的，都是 OK 的，但是如果一塊梅菜這樣呢、就不是那麼好。其實如果你是睡上面床，你看不到都還說 OK， 因為你視覺上呢、如果你的床是亂的話，其實你是那一天是未準備好自己咯，
你个内心里面系会觉得咁样咯。我就记得我婆婆以前话我哋，我哋细个又系乱七八糟嗰啲人嚟，唔折被嗰啲起身。我婆成日话我哋夜晚捐翻落个蛇斗度，即系一个窿，我哋起身就系一个窿。蛇斗系啦，一个蛇斗咯。佢好好喎，好礼貌喎，佢讲呢一个蛇斗，好文雅，同埋好少好少听到。通常系讲狗斗，狗斗去蛇斗，因为我哋好似。躝翻入去瞓咁樣咯，係啊，我哋就唔應該住喺呢一個昆蟲嘅竇裏，唔係佢係唔係昆蟲，我哋係人嚟嘅，唔知係就係執翻好被鋪都係一個令自己嗰一日精神狀態啦，同埋覺得自己好啦，我準備好迎接嗰一日嘅生活啦。咁有時咧係一啲好瑣碎嘅事，你唔覺得好似都無關痛癢啫。我執同唔執其實有咩分別？我夜晚都要瞓落去噶啦，會覺得係咁樣噶嘛。咁你每一日其實好多樣嘢都係一啲無關痛癢嘅嘢嚟嘅。咁如果你真心地咁講，但係好。得意咧就係有一個微妙關係，你以為呢一件事好少係唔值得一提，但係即係好似你個頭如果好亂，你覺得冇乜所謂啊，我分晚翻到屋企都係亂噶啦。但係你出到去就會影響人哋對你嘅觀感嘅，這個就真係睇得到嘅嘢。但係有啲睇唔到嘅就譬如執床咁樣咯，你係唔知道自己原來個內心係你嗰一日都唔 ready 去做好多樣嘢，咁如果可以只係兩分鐘去執嘅事，令自己嗰一日嘅狀態好啲，咁點解唔做咧？咁樣其實真係望到自己間屋好整齊咧，成個心情都爭好遠嘅咧。係啊，呢、這個要大家真係係起行去做，先至會感受到嗰一種快樂，同埋嗰個力量喺邊度咯。呢啲完全唔係靈異嘢嚟嘅，但係係有根有據嘅。如果你執好外在嘅嘢，係真係同你內在係對等咁樣嘅關係咁樣，係好咁有冇功課做啊？今期有的，有啊，好啊，最中意做功課噶啦我。好啊，做功課。好，有咩功課做下先？好，我哋今日嘅功課咧就係、是、噔今次我哋嘅功課咧就係、是、按孩子嘅需要同埋特質規劃佈置小天地，即係俾佢做主導，定係應該大人做主導咧？唔紧要，慢慢嚟。我实在系太多痰啦，佢实在系起晒痰嘅坐喺度，救命啦！咁咧就系系按住你个孩子嘅特质咧，系我哋上一集就有讲啦，小朋友咧其实佢唔同嘅年纪咧系会有唔同嘅谂法出嚟噶嘛，或者佢有个特性嘅哦，可能系三至六岁嘅时候，佢就系可以用工具啊，会去摸索多啲呢啲新奇嘅嘢咁样嘅。咁你按住佢嗰个年龄啦，同埋佢本身自己嘅特质咧。就去布置，一起去布置一下嗰個小天地，或者係清空清空一些地方咁樣樣啦。咁其實三至六歲開始，三至六歲我記得係右腦咧，其實佢開始發達少少噶啦，因為零至三歲嘅時候係真係係比較未發展、未發育到佢呢個時期嘅。咁右腦咧係偏向係一啲視覺上嘅嘢嚟嘅。咁所以如果你嘅小朋友係呢一個年紀啊，你係絕對是很好的一個練習，就是跟他一起這樣去佈置，令到他眼睛看的地方呢是一個舒適的地方這樣。啊，還有另外呢，在這個功課都可以講一講啦，你去跟他一起去佈置一些位置的時候，我會希望如果是那個地方是小朋友去專用的時候呢，你盡量是偏矮一點的那些，即係唔需要搭到好高，或者係一個櫃係好高咁樣，因為其實佢根本就拎唔到啦。你擺得太高嗰啲嘢，佢拎唔到又玩唔到，都唔係佢嘅嘢嚟嘅。咁啊，盡量我覺得係清減到係你安排一個櫃係嗰個櫃就係佢嘅話，咁嗰啲玩具啊、各樣嘢啊、啲書啊，就係喺嗰個櫃嘅範圍以內。如果多過嗰個櫃嘅嘢，你就諗下係咪真係有需要擺咁多落去咁樣。这个就是一个小建议咯，大家可以做下功课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啲孙或者可能在跟另一些长辈是真的外婆啊外公啊那些这样去生活的嘛，要靠父母是啦，如果真的有看我们的或者没有看都好啦，即父母真的都要教导一下家里的老人家是啦，即跟小朋友一起做的，因为其实父母咧都還可以去控制呢樣嘢，或者去做呢一樣嘢咯。但如果係有老人家嘅咧，咁啊真係好靠自己啦，爸爸媽媽啦。
系啦，去感染啲老人家同佢一齐做咯。好，系嘅。我送埋呢一句说话俾大家啦。你送埋呢一句说话，边句啊？之前应该系冇揿过出嚟嘅呢一个。嗯，唔紧要，揿过我哋再揿咯。好好啊，系温习一下。我哋咧每一日做嘅事咧，比偶一为之，即系偶然先至做一次嘅事咧，其实真系更加紧要嘅。头先讲，譬如你执床铺啊，去执好周围个环境啊，呢啲好似日日都对住嘅嘢，你每一日要做嘅嘢咧，你更加即系要重视嗰件事咯。因为你每一日每一日咁做嘅时候，其实嗰件事对你嘅影响咧系大嘅。你谂下瞓觉嗰个时间，你其实占人生嘅好长时间，你真实醒着嘅时间唔系好多嘅啫。即系所以你每一日 keep 住都系要做嘅嘢咧，我哋更加留神，要即系唔好变成一个阻碍咯。嗰件事其实系变成一个推动力嘅时候，咁你每一日咪就更加生活得好咁样咯。系啦，冇错。好啦，咁我哋呢个三集啦，我哋叫做系咪、三集啦，系关于讲紧孩子嘅一个忽略咗嘅忽略咗嘅教育啦，系啦，原来系都系同我哋成日都讲啊，即系断舍离呢样嘢系拎噏到嘅，因为始终断舍离，我哋都系讲嗰句啦，唔系净系斋叫你抌嘢咯，系啦，真系由你嘅心理开始嘅，而靠你去感染或者影响身边嘅人，系啦，包括你哋自己嘅屋企人同埋小朋友啦。系啊，咁啊，所以呢一个系即系一啲嘅人生哲学嚟嘅，我觉得断舍离。咁啊，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就会有啦，有新嘅 topic 啦，有啲新嘅分享俾大家啦。咁啊，想知道我哋讲咩咧？有啲小 tips 咁样样啦。好啊，靠你噶啦。系我嘅心得上嘅小 tips。大家一定会好中意，所以一定唔可以错过。错呀呀咩啊？做咩？深水埗嗰句嘢系咩？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咯。行过路过都唔好错过。下次见。好啦，下次见啦，拜拜。